昨天晚上艾姐邀请我们今天到他们家吃午饭，这里带着小晨晨，我们路过这个超市，双胞胎也是星期天做家，给他带点吃的。冬阴汤呢？我都听说的呢。冬阴功汤。什么东西那个？冬阴功特别好喝。就尝尝王东青的手艺啊。我二姐今天心血来潮要请我们吃饭。可以。你买啥？买个奶呀。孩子喜欢喝啥的，香蕉店应该有。晨晨你好没啊？我们走了。他还拉个小车呢，拉个走吧。看，你爱姑的饭已经做好了，我估计。我想问，就这几样东西，一个冰淇淋，还有你们买的东西，就一百一啊。哦，现在东西都贵。快下雨了，快跑！来。晨晨，我们去上你美若天仙的爱姑家，好不好？晨晨说，我们家一家就爱姑家，爱姑最好看。晨晨，家里面谁最好看呀？爱姑美成什么样了？晨晨，晨晨，家里三个姑姑谁最好看呀？真假的哦？那妈妈呢？啊，第二个，第二呀，妈妈的不是，我爸爸，在晨晨眼里，他二姑比他妈还好看。我决定了，今天就把他送给他二姑。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在家跟我们聊天，都说他二姑美到天边去了。我妈妈呢也好看，就是有点太黑了。要不然别人怎么叫你小黑妹呢？是不是这样子的？但是你化完妆的舌头比二姑还好看。一会儿。哎，到你美若天仙的二姑家了。对，我确认了，这就是阿姨三轮车。我看到阿姐。晨晨有车过来。在花了是阿姐，所以确定了。哟，阿姐家的靠新车啊。嗯，挺豪华的。鼻子里面全是鼻屎。师傅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好上这个，好好好，哈喽阿姨，小晨晨这么好看吗？哇，阿姨啊，你什么时候这么高了？什么叫什么时候？姐的江湖从来就一直占用一个名额，看着我呀，哎呀，不是，饭做着呢吗？要我帮你们送饭吗？呀，不过小龙虾。这是也退出过江湖吗？已经给你做着了。对，已经做了，你们说谢谢吧。这电饭煲刚买的。那个王一龙，嗯，你种草种的有点太明显了。是的，阿姐，阿姐六月三号卖这个，舒博爱电饭煲。你这也太明显。那我要帮我阿姐宣传宣传。我们在家的确用的，这茶壶容量很高的，我觉得。哦，还有这茶壶也是啊。确实要用的。高压锅呢？我看你视频里面。电风扇呢？我都帮你拍拍。我都帮你拍拍。外面。去吧。哎呀。辛苦了，有点习惯辛苦。什么时候起床的？没有早上的。哇，昨天晚上到现在就没睡，一直就跟着你们来。哎，乖乖，这做好吃的。那你出去玩好不好？晨晨，你带两个弟弟玩哦，哈，听见没？这两个小弟弟，你的冰淇淋给小弟弟吃吃。
就买一个忘了，还有两个弟弟在这里。牛奶，买牛奶来给弟弟喝，去。啊，好东西，好东西要一直要学会分享。怎么分啊？嗯。这样了，我怎么分啊？你拿牛奶啊。粑粑是。粑粑。可瞎看着就好。你一个人抄着两个锅，给力哟！还有大头领导就是，谁的？热不热？不是，你热，你一定热，你肯定热，你不可能不热。我说你热，你就热，来。二姑，你好热情呀！陈太说：“阿姑美若天仙。”啊，手破了，蝈蝈，手是怎么破的？跟舅妈讲讲。你看那大柳眼，好不好？今天怎么喊起来不高兴呢？我手破了，跟我们告状了。哦。来，舅妈看看呢。给舅妈吹吹。哦，舅妈吹吹就好了啊。是水刀，那是刀切到的。刀切到的，那我们下次还能不能拿刀啦？不能拿了，是不是？疼不疼啊？现在疼，还疼啊？呀，这是啥呀？这说起来，他俩看到会。那你拿来干啥？你家都人停车场了，你看，你看，这，我告诉你，那人家呢？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吃饭的。我为了把陈晨送你家的，来，他在家一个劲，爱姑美，爱姑美到天边了，爱姑美若天仙，他妈都没有爱姑好看。三个哥哥谁最好看说的？爱姑美若天仙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一天一夜没睡觉，多憔悴呀、啊，对不起我小陈晨。你这个憔悴让给陈晨看到了，下次能不能早点说，打扮漂亮一点？关键他说你不化妆也好看呢。他一个假蜗牛。假蜗牛啊？谁拿的？这家多少？我就见你们美美的小姨哈。这家多少儿子啊？你家三个。婷婷，你在这啊，我把小姑接来就行了。去那里面玩吧。你给我拿一个假蜗牛。啊，你拿。啊，舅妈马上回来哈。婷婷在这里好好玩哦，不许欺负人哈。我们昨天晚上在街上住的。本来说分别是二姐接的，没想到我们到这里的二姐没弄差了，二姐没接，没空接，做饭了二姐。那我回家我拿个外套。那我们回去接吧哈。麦子马上都黄了，可以收了。我们已经到家了。那个王一涵跟那个叫文文好像也在这里的，我们把他俩也带过去。对，问他俩休息。嗯。哎呀，化妆了！哎，吓我一跳！快点，二姐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。擦个脸就走，别急啊。好，不急，你擦吧。我问我咋呢？在那屋呢。啊？小文呢？不玩呢。你在这里啊？你刚走。刚走啊？他说带着一起去吃饭呢。去找同学玩去。啊。那一看我哪见你吃了？我一看在这样。王一涵，在我们这屋啊！爸，你为什么不睡这个床上？这床上有被子，那个床上没有被子。睡在这个床上。想睡那床上啊？欢迎我去吃饭。走去吃饭呀！我吃过泡面啊？什么？吃过了。这药都吃了吗？嗯。好没好点啊？感冒？头也不疼，嗓子也不难，就流鼻涕啊。就是想不想去俺、啊、家吃饭啊？好多好吃的。想不想去？对。表哥去烤烧烤，我都不想去。是不舒服还是什么？小儿子去烤烧烤。我还说今天带你去买衣服的呢。今天想不想去买？不想去，明天的。今天外面下雨。明天吧。我还说今天外面下雨了，明天带去吧哈。啊，上街都不好走。那你还手上带什么东西？带我披巾呢，给我看看呢。
把我小平心再投上去。你把杨明，你把杨明就这样给你们办完了。我们打算办的没了。我买了好多吃的样品，我都没直播。说明太好吃了，给孩子们都吃完了。快去买吧。我把样品全让他吃。再去买呀、啊？还想吃啊？我是说他们快去下单吧。快去下单，吃完了怎么下单？快把被子抱着盖着，快。不用，太厚了。太厚了。我柜子里有薄的被子。这个就行了。哎，不行，我们这就吃喽。嗯，来。本来这两天准备直播的，要不你全在他们吃光了，播个屁、啊！不播了。你这护肤时间挺长呀，啊，一路到这全擦了，全抹了。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嗯。快点走了。走了起来。这么多呀、啊！对，我二姐烧的菜可香可香了。就是这一桌看着好多菜啊，以为烧多少呢？其实仔细一看，哈哈，一半都是水果，那都大份的呀。行了行了，这龙虾就够扒了，够我们扒的。我就想着夏天大家吃不了什么菜，没碗金桔，没门。二姐烧的菜可好吃了，你看他们吃的可香了。这什么冬阴汤啊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，我也第一次喝。有点那个叫柠檬的味道，还有点苦苦的，可能是这树叶放多了吧，还是就是这个味啊？就这个味。哦，就是这个味啊！你有没有喝过的哈、哦？就是这个味。反正也没有喝过的。因为它海鲜它味道很鲜嘛。你看，你看，晨晨扒龙虾吃了一块，认真的，好吃吗？还能不好吃？还能不好吃吗？那就是好吃了，意思。对，好吃。啊？怎么报？这家报，咱不耶。这家报，然后耶啊！你别后悔啊、哦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家报，然后耶，别后悔啊、哦！哎，我没人家就害怕了。哎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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